DK 序，哇塞，他发表论文呢。孤儿的犯罪复仇补习，你以前不是说他要效仿老爸，要惩奸除恶，到美国去受训，成为一个 FBI 的探员吗？如果到时候你可以先住在我美国的家里。下手对象为当初误杀他母亲的警察女儿。你口口声声说喜欢夏天，就不该阻碍他的未来。三立都会台每周六晚上9点，鹰眼3+1。